挂的、啊，就一神带三坑的，球还是有。我喜欢打 PK 啊，不喜欢打团战。一神带三坑又来了，这场可能 keep 不普了，这场，那可能 keep 不普。对面都很强，反而我们这三个全部是拉拉。你们帮我看那个白色几家，这个 Deep Link 几家，这 Deep Link 很菜啊，他是我们观众。帮我看他几家，你们拉拉也帮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很菜，应该是这样菜。完蛋完蛋，一神带三坑。这场绝对不能 rush 啊 ！rush 绝对是那个挂点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1750哦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不，1600就太雷了，好吧 ？DP 力不错，有吗？他刚刚那段围墙，他被我刁了一下。一颗力刚被我刁了一下，乱围墙，同盟家也在围，受不了。那个，你怪你的网路公司吧？那个，他们什么人？有克我的人吗？很像没有，很像都被我克，很像都被我印加老酋长克。干的，我都说你不要罚这只羊了，他妈的嘞，他妈的。那个，这场打传说中的四 TC 爆老鹰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有人意见吗？我要赶路，我要赶路，我要赶路。路只有三条，好吗？那就坐这边。这个有血偷出去吗？还是怎样？这个地方，等下老鹰探一下吧。哇！对面两个十八，那个蓝色啊，有21哦，蓝色有21，不是21啊，有20，我估计有20，至少19。蓝色我刚才跟他们常跟他打，要看文明强不强。对方工兵国就死定了啊！我很会打，我很会打工兵国。去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硬架真的好用，硬架真的好用。那超强我们都可以。25分100P 应该不会，因为硬架不用升这么多。硬架不用升那么多 P， 你知道吗？因为老鹰不贵啊，老鹰不贵。硬架不用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什么秘密空间啊？这什么秘密空间啊？这什么秘密空间？凯尔特匈奴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这是我擅长的。这谁的秘密基地？这个地方安全？不是不是，他们不打阿姆，有一群港仔爱打阿姆，那个是长安，他们针对长安，真的很安全，真的很安全，真的非常安全。打几批呢？打几批呢？其实这场硬胶可以敲全部。紫色卡我也知道，紫色卡就白色爱让他们玩嘛。看我还没采果，我的老天鹅！这还没采果哎、欸。
太晚采果了，太晚采果，这是不对的、啊。这老鹰不能死啊！这老鹰帝王要用。没金矿算子孙带，人呢、啊？有人这个有人扫金，对不对？扫金也是可以打，可以打那个垃圾兵，是不是？不要再跑嘞！不要再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妈乖乖受死，转世投胎吧，转世投胎。啊，羊驼还没杀，羊驼还没杀。你怎么知道我蹦出打老鹰？我看对方那个文明的、啊，好像看对方文明。26匹打26匹，打26匹。打26匹，好吧，26匹。哎呀，羊驼被杀啦！阿弥陀佛，有炒货声音，好像我姐在用狗饲料吧？狗要吃饭的，你以为是特级厨师吗？好像不是我姐，是我老爹。调整一下这个资源，调整一下资源，要不然等下上封建没办法，上封建没办法盖建筑物，就居居思密达。好多黄金适合盖梯级。一级田跟木还没点，我还在黑暗呢、啊。我都会知道，我还没点。我能点的时候我就点，好不好？行不行啊？这么早上封建干嘛？行不行啊？这打24匹就上去了、欸，这要打什么生块吗？中间鬼不可能打生块啊！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我的老天鹅啊！这行不行啊？我这样太少人才了，领子没整好，真的，怎么办？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维京可能打强弩哈，我依照他的了解，可以打强弩，可以直接秒杀他。忘记系领带，你要忘记穿内裤就好。好，点地步，点城堡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改名？怎么知道？非洲老妈妈不行，印加老爷酋长就是要选印加，对不对？这是规定，这是规定，这是规定。伯伯跟非洲没什么关系，伯伯属于那个阿拉伯人种。你要洗澡没有？
哇干，打好快啊，打好快啊，天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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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4分上去，高手高手高手高高手高手高手。波波是阿拉伯人种。125木材，25木材。波波不是土著哈，波波是阿拉伯人。这很强哎、欸，白色其实蛮强的、欸，看他这个打法，白色其实蛮强的。他顺便造我哎、欸，干，这白色其实蛮强的、欸，白色是谁啊？哪个高手？哪个高手？房间太热了。还好吧。请问白色是哪个高手？这蛮强的、欸，蛮会打的。白色是。白色是阿兹，白色是阿兹，这蛮会打的，认真讲，因为很快要3T7了，甚至比我还快，甚至比我还快。这两万人在伐木，这次会胜不是白色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真的确定？你确定？三合院？不是四合院。明明是白色。确定是灰色，要不要检查他智力、视力？检查他死。啊，这可以3T4T10吗？这个是不行。还好吧，真的可以试提醒吗？真的可以试提醒吗？不确定的，肉都不太够。14分还好，重点是这个，你要后劲要够，要有足够的这个，足够的食物和木材去开提醒生存名。他开第四个 TC 了，干！白色还有点强哎、欸，白色还有点强，白色还有点强。开四 TC 前先研发这个，先研发这个叫做轮轴，研发轮轴。好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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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挤。
好挤，好挤。他都蛮会玩的，他都蛮会玩的，哇，都蛮会玩的。蛮会玩，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我们看左、啊，90P 上去吧，90P 上去。那是阿拉伯的打法，你说对了，那是阿拉伯的打法。他会不会揍我？受不了，要直接点帝王，直接点帝，受不了。BK。卡到25分了，我还没有100P 啊，还没100P。所以那个金矿很爽，金矿很爽。凯哥不会玩啊，城堡怎么盖这里啊？城堡盖敌人家好不好啊？城堡盖前面啊，这个不会玩啊，白痴哦。耍智障就这样子的吧，耍智障就这样子的吧，这是智障吗？还是白痴低能吧？白痴智障低能了。去你的村民被咬死。四 D 机是比较好，四 D 机有比较好，有等统计吗？有等级。不要生村民了，又要研发这个精锐的东西。
Jay, Torrija, Jaku, Jaku, Jaku. Jay, active. Ari. Jay. Ari. Ari, Ari, Jaku, Ari, Jaku. 我觉得是DC比较好。那村民怎么这么多啊？我有叫那么多村民出来吗？村民这是会繁殖是不是啊？他们为了防我的英勇，对不对？生了好多这个，生了好多这个，这边勇士。去帮他们，帮他们。你肯定准备被揍了，准备被揍。说好对输男孩输几分？输几分才是重点。1600多还会再扣分的，还会再扣。
印加真的太强，印加真的太强。觉得印加很弱吗？强弩兵来，强弩兵来！我他妈最喜欢打强弩兵，房间四加六打强弩兵，打的叽叽叫啊，打的叽叽叫，会发出声音的。完全不痛，一次一滴血，一次一滴血。还做这个招财猫，还做招财猫，平射啊 S 啊，不愧是印加老酋长。那、啊、这边的解决了，解决了，厉害哦 ，Deep 厉害哦。Deep 厉害哦，一瞬间就解决了，太厉害！你看这个，他这个蒙古剑兵勇士一直不研发哎、欸。这边干嘛？这边干嘛？印加实在太好用了，怎么办、啊？是不是该进呢、啊？是不是该进？太好用招财猫，跟你说再见了，招财猫。他有别了，蒙古不生蒙古足迹，我也是醉了。喷太多，真的很多。真正高手可以这个哈，攻守两拳。没办法，等你很久了，等你这个蒙古毒气很久了。招财猫，你要挂招财猫！招财猫被强奸了，史上第322位被这个七 P， 不用理他吧？七 P 是七 P 另外一边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七 P 另外一边的，不关我的事。他这个打我射我这个非常痛，射我这个非常痒啊，不是非常痛，痒到一个极致哈、啊，痒酥酥的，很痒，真的很痒，就真的很痒，很痒啊，真的很痒。防御十哎，防御十哎，防御十哎，防剑十哎，射一次妈一滴血。印加这个该进啊，太强了，印加太强。凤凰怪防射为什么？阻止对方前进，你知道吗？对方要来你家的时候，就会先经过你的房子，你就会这个发现有人在这附近，有人在这附近。
痒酥酥的，真的很痒，很痒，痒到极致。其实要盖均匀才对，均匀是不是？低人数很少，低人数我们已经过气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过气了。其实要盖均匀更好，其实要盖均匀更好。是不是很痒？超级痒！希望帮我抓个痒啊！比较好抓。痒酥酥的，痒到不行。来，特别的，怎样？糖果，利用糖果。没有闲置村民的，没有闲置村民，不是我的作风。卡西亚尼有好玩吗？好多强弩兵，好多强弩兵，好多强弩兵，好多强弩兵。好啦，不要击歼他，还是要斩草除根，斩草除根。我想说要打蓝色，我来看看这个 OP 的这个。OP 的这个什么？OP 的老鹰啊 ，OP 的老鹰。他这边有是消耗完的哦，这边有消耗完。我就天不怕地不怕啦。这里打得好爽，用硬加爽度特别够，你会觉得很硬啊，很硬。硬加这个老鹰很硬，这我喜欢硬加的原因呢、啊？这我喜欢硬加的原因。我不喜欢玛雅血多，最不喜欢的是这个阿兹攻击高没屁用，阿兹攻击高没屁用。南美真的很强啊！对对，老鹰可能被改弱，我很担心呢、啊。老鹰可能被改弱。老酋长来，老酋长，老酋长还老酋长。你看这个射起来真的很痒，痒酥酥的。攻防箭十嘛，你这个强弩兵攻击才九而已，打还是一滴血啊，打还是一滴血。痒酥酥，这就痒酥酥。可惜，可怜，可怜。怎么不用巨头？菜鸟才用巨头。让我回答你，开心吗？已经说过了，菜鸟才用巨头。什么？为什么菜鸟用巨头？你可以那个问聊天室的观众。打架打赢的时候，这个冲撞车冲了、啊，那快多了，对不对？巨头慢推吧，推到巨头。我今天说过好几次了，这个菜鸟真的很爱用巨头，每次看他用巨头气得牙痒痒的。你看他是不用冲撞车是不是啊？冲撞车好用多了，冲撞车是好用多了。巨头是有这个城堡挡在那边的时候打不进去，才用巨头。城堡挡在那边，你真的打不进去。巨头没有一股好用的，打阵地战的时候，打阵地战的时候用，就打不进去的时候啊，打不进去的时候。我靠，我这边这么多，这怎么样？这剧情是不是？这是剧情。啊，他挂了、啊，我还不知道他挂了、欸。我操，我打死人干嘛？这是哪个白痴啊？打死人。哎、欸，来这里凑热闹怎么样？来这里凑热闹。来这里，这个刷存在感怎么样？来这里刷个存在感，干跑的没他快啊，跑的没有那个游侠快，跑没有游侠快，跑的没有游侠快。干他妈，想刷存在感刷不出来，想刷存在感刷不出来，我现在只能出英勇，只能出英勇。出蒙古图记给同盟哥交代吧，蒙古不出蒙古图记出剑友，这个
去这个麦当劳吃卤肉饭一样啊，人家擅长的是炸鸡，你他妈点卤肉饭。我来了，我来刷存在感了，我来刷存在感了，刷存在感，刷存在感。七 B 是谁？某个高手。七 B 蛮会打的，认真讲，认真讲。我这个看他升级就知道他蛮会打的，很快这两可以立刻四 T 七，很快这两可以立刻四 T 七。不过我要刷存在感，各位，我要刷存在感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印加老鹰，最老鹰里面我最喜欢印加的，其次玛雅，最后还是阿兹。这写的太厚了，这写的太厚了。存在感刷成功了，存在感刷成功了。干，这好多这个，哎、欸，来这里，来这里抽热闹，来这里，来这里，来城堡这边抽热闹。干，不是你啊，这个投石者很怕的。干，还没玩到啊，还没玩到啊，想击剑都不行呢、欸。至少比卤肉饭强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至少比卤肉饭强。骑兵蛮会打的吧，是不是？看那个支付兵防御完全没加、欸，我的老天鹅啊！